电影就这么电影。
我告诉你。
纳西族有个古老的习俗，一对男女要是相爱了，就一定要结婚。如果不能结婚，他们就会选择一起结束生命，整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为情而死。 临走时，为何亲人告别？他们说：“别为我们难过，我们去玉龙第三国了，那里有白色的鹿耕地，红色的虎当坐骑，我们会幸福的。”